这要对准才可以。这样子。哦，有卡了吗？好，再卡，再卡，要卡五声。哦，还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要大力按。哇，怎么又跑到坐在椅子上面啊？他在床啊。很喜欢坐椅子上。你要拿低一点，拿太高它就飞出去。一、二、三，你转错边了，还在那。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转到开始。哇，又失败了，这个很难哦，也没有对。又转错边了啦，左右不分呢。老板，你要转到几点啊？你这样转到几点？拿起来重转。怎么不行啊？怎么不行呢？都睡着了啦，什么时候才打得出来？Oh my god！卡卡卡卡，好了，哦，战斗陀螺，这是飞盘陀螺。对啊，飞盘陀螺。战斗开始吧。这飞盘陀螺的颜色很漂亮。对啊。而且发出声音。好像太阳一样。对呀、还有这个的，是很难转耶，我很难转。